上次教小安看男人他是不是那种，等一下，你确定你有教我吗？怎么看怎么看，哪有教啊？给但是有人分不出来。哦，你说 gay 吗？我教他方法。嗯，第一个伸出手来，伸出手来，我说伸出手来，你看这就是标准。嗯，标准的。但是如果是那种的，哎，手伸出来那就是了。不一样呢，嗯，连螺丝的，嗯，然后还要勾脚，还要脚，哎，我看一下你的脚，哎，这个就是正常的，正常的。但是如果是那种的，哎，我看看你的脚，不要再说了，老师，你要说你自己吗？他就是我的最爱。大家都叫我 M 派人，本正好人，我变派人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型，刚刚看了足型的偷笑，型偷笑，你这型型偷笑，已经吼差不多去我那个编剧组的定型啊，以后就是拢 M 派人 ，M 派人啊，中间的啦，无换的啦，手夹的啦，外脚的，嘿，拢足型。别人在定位介伊 N 介伊在做伊的小喽啰，结果。这个是推理人，我渣男，渣男，渣男，干咩了你？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想当护士，然后也想要当医生，那时候还想要当总统。嗯，觉得总统可能不太适合我，我可能无法担任。对，然后今天就是以护士闯荡江湖，那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的这个专辑《小护士》，什么事都不敢。小护士。什么小护士？护士装，好护士。那今天要来照顾谁？就照顾谁？哎呀，应该是大家照顾。对。一杯。我哇哦！让我多闻一下。对了，喝酒开嗓啊！喝一下，喝一下开嗓，开嗓，回到小时候。我们小朋友不能喝，只能闻。香啊！我做病是小另外你我都皮咧气油，皮惯死啊！这种酒精味的吼，那不是冷却液吗？不是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